嗯，天堂系统。那你看呢？它这边也同时解开了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足迹是不是？可爱的，就这样，给你们参考了。如果你们对这游戏有兴趣的话，宝石是什么？反正我是觉得可以。慢慢玩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啊，这个有点不太线上，有点很难讲齁，怎么办？他不够 online 耶，因为我是想要找那个玩家给你们看，这个玩家找不到，这是线玩吗？还是他们都是线玩？他们都是新服了啊！我觉得我们赶快升等吧，我们这样也没有人要聊天了。